看下面超恶心的，九月新出了一个景点。他看我就是怕。太早。现在是录音吗？录音哎，是 i15 吗？对啊。讨厌哦。多热。你怎么会买得到嘞？哎，美艳呢？他不舒服，他就不来了。现在南滨公园，我们要骑脚车到星巴克去，但这路有点短，我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。可爱的小巷溜滑梯，太平洋。然后还有个威虎小犬，嗨，这条路我们骑很多次了，然后之前都用 GoPro 拍，今天试试看用那个 i15， 稳定性应该。差不多 iPhone 现在稳定性也不错，然后我们有开那个动作模式，所以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点，但不会差距这么大。哎，你看盲拍，我根本不知道我等一下要拍到什么画面。随便，哎，你可以拍这个啊，之前没有这个耶。我们现在这边休息，然后直播一下，好玩啊。快点 ，APFB， 等下有人上线，我们再讲话，不然跟白痴一样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在直播，让大家看看这个中秋节美丽的海景，太平洋旁边，我们在南滨公园。然后呢，没有人了。来来来来，有人来了，是谁啊？线上的朋友帮我们打声招呼。来，我们今天是那个 iPhone 15 Pro 的首拍哦。看看效果跟 GoPro 比起来怎么样。然后我们的班底呢还是一样的班底，我们来介绍一下。这位呢，来 IG 多少，来把你 IG 秀出来。没有，叫我 iPhone 7就好了，我叫 iPhone 7。然后这位 iPhone 8。好，这两位都要抢 iPhone 15， 但是没有都没有抢到啊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这条路骑过去有多么的美。骑过去你会觉得痛哭流涕，为什么我现在不在花莲呢？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没有人。有固定的。嗨，美艳早安。有吗？有在吗？他早来啊。嗨。哎呦，早。帮我们刷一排爱心，快点。请美艳帮我们刷一排爱心。好，那我们那我到底要关哪一个？我现在很忙，知道吗？我两只手。我们现在在花莲大桥，你看下面超恶心的黑色的水，咖啡色的。你觉得这应该是谁排的水？我觉得应该是工业区，但我不知道是谁。虽然我们没有明讲，但是纸浆厂就在这边，我们非常合理的怀疑。这个可能是纸浆厂，可能哦，排的废水，问号哦，我加问号哦，纸浆厂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我们的美丽的溪废水直接排到太平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花莲大桥，那过了花莲大桥之后呢，我们再往左手边的方向往前，前面的山顶
尖尖凸出来的地方，那个就是七七高地。那之前七七高地我们也去那边骑过车，如果想要看七七高地的影片的话，请点左上角这边会有一个连结。好，放连结，我还没放过。这边有一个花莲大桥的直播摄影机，是官方的，然后会在 YouTube 上面。可以看花莲大桥。我们来入境一下吧。那我这边太近了。哎，马上入境了，好玩。所以应该在外面一点，这边才。那你们一起来啊。应该在，你刚刚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花莲大桥这边呢，九月新出了一个景点，在山上呢，之前是台风吗？可能是台风吧，然后造成了一个瀑布，然后这瀑布呢很有趣哦，如果从这边看的话，它会呈现两个英文字，我们来看看长什么样子，来放大一下，你要放到九倍，哎，九倍怎么就往下？有看到吗？AV 瀑布，花莲新景点，欢迎大家来打卡。我们在那个花莲大桥这边拍张合照，我们要回城去吃早餐了，结束今天的试拍行程。花莲大桥这边的告示牌还蛮有趣的，公车站牌。哦，公车站牌，然后它有一个很便民的服务，你想要离婚啊，或是要终止结婚登记啊，随时呢都可以在这个公车站牌登记。有需要离婚的，请到花莲大桥的公车站牌按一下，你就可以。不行吗？不能再关了。这边按下去，你就可以登记那个离婚了。我不知道，这应该只是那个而已。